尽量去限制到对方防守阵型的情况，而且布朗姆一方面有点克制到布兰德这里，他是能够把布朗德的很多容颜给挡下来的哦。继续给尊重，一箭的雷文也不给，那就是把线给扛住，对，就是偏向来扛线的。FAK 就是要把他们的发力期都聚焦在路线跟布兰德能够发挥的时间点上面哦。不过这场我感觉到中期应该会蛮好看的，因为像路西恩啊，还有伊泽瑞尔都是能够在中期去打爆发的组合。那 PSG 他们的阵容自然也没有买太多后期的保险，所以也必须要在快速的时间去把自己的经济差距给扩开来。其实两边都没有太有这种后期的保险，都比较偏向是谁中期能够直接把优势给扩大，有机会就能够直接拿下这场比赛。这样看，靠着刚那波的骚扰 ，Maple 他是有没有机会摸到后脚？哎，阿兹要来开考了，对方也是交出双翼风暴，但火人就在后面，这三个人都能烧啊！哦，来喽，来喽，来了一个冰系的俊嘉，直接顶了出来，冰河龙老耍，但却空了，这边遇到，而且被留在了原地变成烤猪，手杀给到了火人，一箭高速开跑，等离子飞弹烧，直接逼出阿兹闪现。那来看一下重播。因为其实有看到这根眼的，所以俊嘉知道这里有人，但决定要直接上去往前 all in 哦。其实我甩到配等离子飞弹，一箭应该是要死了。对，是有机会死的，只是说对于俊嘉来说，他已经被晕到，而且扛到塔的情况下，这里伊泽瑞尔可能就到不太了了。哎，下半部直接单杀了一箭，这里过来想偷，但是没有偷到。什么样的情况、啊、因为其实以刚刚两边上路的角度来说，其实都是在互相抢线而已哦。哦，有感觉到了哦，还到一箭这里开始说话了哦。我烧他，我烧他，直接把他烧死了。都是去劣势的，直接过来 cover， 草头再顶，爆弹直接挂上，冰河龙老甩，逼错凯文的大绝。抓你阿兹，又想要再找一波单杀的机会。哎呦，秦王绕住哦，两边开始在绕墙壁啊，绕着绕着。觉醒开追，等离子飞弹直接硬烧。虽然说画出一个护城河，但一箭还要追吗？这里鬼说能够直接点掉了，让他自动驾驶就可以了。来撞中塔攻破，变成是让挖口他有在中路位更多的操作空间。吉米一回来，中路平枪又要打，但直接被推掉了。只有在靠中给到压力的哦。我这里野区直接亮 TP 了。直接硬顶，还有冰河龙老甩，一下来的会是阿智，等离子飞弹开烧，烧到了 Gemini， 然后还有一个恶意收购直接进来，也是留住了凯文，但这时候一箭也准备要进场，哦，凯文先打，凯文已经先倒掉了，无敌尔被留在了正中心，现在掉到了半血，阿智过热持续开追，侧面的挖口也要 poke， 但一个射击瞬间 ，Betty 直接拿下 double kill， 而且这时候来自 Maple 的进场直接挂了爆炸射击，直接给到对方爆炸的伤害。波算是偏大团的发生了 ，DSG 他们是获得胜利，直接顶，虽然说。这个猪头是没有过去啊，但没事，我还有大绝可以隔墙甩啊。对，那这里其实把后排给赶走完之后，对 PSG 的角度来说，只要能够处理掉前排，他们团就赢了。因为对于 Gemini 跟 Jimmy 这里，他们是没有办法再往前做任何的输出哦。我这边甚至是一个闪现带着无敌往前啊，开流，侧面还有 Maple 的切牌，但这里阿智要被抓了，过来两枪锋芒贯穿 Jimmy 收下人头。哦，那要 B 八龙喽，有火人在，吃蛮快的，开吃。画面一回来，就是阿兹被抓到了。突然之间 ，FAK 想要让画风突变，速度很快哦，五千多、四千多，先把俊嘉给顶走。俊嘉有想要偷偷看的想法，有机会可以进来了。下来，巴龙会是谁的重击？就是 Gemini 拿下了巴龙，而侧面的俊嘉要被直接扫射，虽然说变成一个僵尸形态，但是有成功复活。最后火人还是烧死了猪，而侧面的 Betty 也在不断跳。在上转裂点哦 ，FAK 瞬间要把局势打了回来了。哦，他带完线，但在自己家回补还没有出来帮忙踩的情况下，他选择自己先踩进野区哦。他想说，哎、欸，这不是我家吗？怎么一只牛从后面走过来了？凯文从盲视野区绕到了阿智，人头还是给到 C 位身上哦。那接下来就是巴龙，这里应该就是五五中了。但 FAK 因为最后俊嘉有下去吗？必须得拼到底了。那 FAK 角度来说，拼到这个巴龙就已经非常的赚，后续其实就是拉开卖掉就好了。
然后也可以看到少了，所以这里是有可能考虑浪掉，就小龙可以给你，但我后续再用包夹方式留冷哦。牛和猪的大都同时交掉了，要留吗？没跑蹲点，是想要配人来抓抓看嘛？但抓乌迪尔应该要抓蛮久的时间哦，直接跳上去，直接跳上去，而且搭配的是蓝宝 TP 下来，一剑开始往后冲。做频繁的转线，想确保自己的 C 位有足够的发育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一剑也没有把线给带身，就直接马上把后续的兵线交给地面去推，自己去选择比较远，可以去抓个对方的后排。但一剑现在看起来感觉扛不太住哦 ，Maple 缓住是有打到，已经快要 solo 了，再跳一次，再普攻，普攻再打，插一下，再 A。Pop 几个护盾，但还是被 Maple 完成 solo。这个命，这个可能要去算一下命哦。开吃，而且吃的速度是超快的。这里看 Gemini 能不能够神偷奶爸上演，但想要先开团一个冰河龙王先甩凯文，凯文反身 WQ 先得到朱女身上，但又是一个德林子飞来直接下，而且这里是直接抓到 Jimmy L 一个霸道手腕，直接拉出了路西恩，路西恩倒地，克丽莎收下人头，回头可以再吃八龙，再重整一下，来看这波。所以 PAG 就是很明确知道我是一个武打式的机会，我就直接选择要去做强开哦。但这里单前排问题就有点暴露出来了，俊佳其实有点扛不太住的，但必须要称赞就是乌迪的判断，因为在这个窄口的关系，哦，直接开吃，刷精准弹幕，看到对方的意图，9000D 8000D 快要进入倒数 ，Gemini 在岸上，必须得尝试偷偷看，要交易到底，没有偷到，还是克里斯达去拿下这个巴龙，一个冰河龙，然后甩到 Gemini 身上，凯文开始牵制去拖延时间，但这时候依旧要进场，侧面的 Betty。那这个窄口选择主动开团，先留俊佳，金勇弹幕也是刷进来 ，Maple 已经挂了爆弹在吉米的身上，然后又是一个恶意收购，收购到了三个人，让吉米跟队友打在了一起 ，Betty 直接闪现往前，要硬留吉米痛苦撕扯，要把吉米给扯死了 ，Betty Rampage 的状态后面还能够再杀，阿志完成最后一颗的人头收下之后 ，PSG 要来指导黄龙。在这种野区的位置来说 ，Renata 真的太好发挥了，因为其实可以看到 PSG 并没有马上要跟你接这个团战，就是利用他站位的选择，正面的坦克。然后后续瑞亚达的大绝以及侧面的吹塔，基本上就已经打了 FAK 这个团接不下去了。对，现在 C 位只剩下挖口还有 Gemini 能够绝命防守吗？但第一座梅阿塔和一剑同样已经蒸发，侧面的 Gemini 也被留住，再说换掉了一个辅助，但接下来 Betty 还是能够继续跳的，只剩一个挖口，可以吗？挖口没有办法 ，PSG 先下一层拿下第一局比赛。他们五个，我八秒打腰，对，哦，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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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没闪了，火了没大了，有我打腰了，你们可以装一点啊，嗯，我打腰，我打腰，我先打，哎，看乌迪尔八秒，我打腰，我打腰，我跳过去了，我跳过去了，你给我啊，我要死了，先拆吧，哎，回到主了，一波，他出面还有五秒，剩一折，完了，你害我被录进去了呀，这也太夸张，对啊，谁呀，一波是，哇，我被录。